广东名菜豉油鸡，以色泽鲜亮、鸡肉嫩滑闻名于全国。我一直啊和大家分享的都是经典川菜以及新派的川鲁菜。这不，前些日子啊看到了新派豉油鸡的做法，这也想一展身手。您看看，食材都准备好了，咱们也做起来，大吉大利！今晚吃鸡，先把鸡脚卸下来，将鸡腹内的残余的内脏去除干净，处理好的鸡肉把它清洗干净。清洗好的鸡肉加入两小勺的食盐，用美极鲜味汁腌制，更易入味提鲜。腌好的鸡肉静止20分钟，将红葱头、香葱，这豉油鸡啊要想做到皮脆肉嫩，我跟您说这个步骤非常关键，咱要把这鸡皮啊通过3次烫制、3次冷却，这样呢才能让它皮脆肉嫩。锅中加入花生油，下入2颗八角，一小块的桂皮，把这个姜啊和红葱头一起下锅，咱把它炒香。炒出香味之后，直接将小葱码在锅底，将整鸡放入，加入一碗的美极鲜味汁，用这美极鲜味汁调味啊更容易入味，更加提鲜。再加上半碗的黄豆酱油，一块冰片糖，一碗米酒，再加上小半碗的清水。这道菜里啊添加的这个美极鲜味汁，它独有的鲜香锅气是无法仿制的。烧开之后加上锅盖啊，咱们等待10分钟。最近啊我关注了美极先生青年厨师烹饪大赛，一个致力于为广大青年厨师提供展示才能的平台。青年厨师对于菜品的想法和做法可谓是让我眼前一亮，忍不住呢也是学来一试。您看我这道新派豉油鸡就是北部赛区的优秀菜品，怎么样，确实不错吧？想看更多精湛厨艺和创意菜品，就来关注10月22号美极先生青年厨师烹饪大赛总决赛，绝对让您过目难忘。还有啊，别忘了点击链接为您最喜爱的选手投上一票，有机会赢得大奖。10分钟的时间到了，来咱看看这个鸡肉，哎，颜色非常漂亮啊。咱把这鸡啊翻个面，加上锅盖，您啊再耐心等待10分钟，时间到，关火起锅。